对不对？但是我们那天跟你讲了 deposit 550，550是我们抵押金，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是要我们立刻马上搬走，然后你没有逼到我们的同意，把我们东西全部放在外面，就是说一个月的，然后一个月的，还有我们没有，你没有允许过我们进我们房间看我们东西，我们不见东西是不是来找你？我可以进你的房间，如果你放白本下去，我就死心了了。我们为什么要放白本？我不相信你，我不认识你，明白吗？对，你不认识我，但是你起码要经过我们允许进来是吗？我不跟你说这些，啊、总而言之就是说，800块还给250，给回锁匙我就一了百百了了，明白吗？那是我们给你的800块。锁匙给回我。因为你800块，550块，就一个月的，对不对？一个月到6号，就是从一号了，本来一号了。但是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做半个月罢了嘞，我们最多你是搬进来那天，我给你算那个250，我不要了，然后550抵押金，你起码还回给我们嘞，我们是在这辛苦做工的嘞，就是说。我现在还多少给你？你现在马上搬走，我们才住这里一个月，一个月都没有哎。就是一个月，才住了昨天晚上，一夜半了嘞。一个月，你进来就一个月了，明白吗？我明白吗？算一个月了，我12号搬出来的，但是我现在六号都12号哎。我不管，就是说你们搬进来就算一个月，如果你一号搬，一号搬来啊！在搬，叫我们搬走是这样算。如果你一号搬来，我是不是在这住到一个月才搬走？如果你一号搬来，没有，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二号也算一个月，一天也算一个月，这是规矩来了，一天也算一个月。我是给了250，是很多了。你现在是无端的把我们东西丢在客厅哎！你问。这是我的东西，我那边有玻璃啊，有那些金啊，那些钱啊，不见了就是来找你。什么？你懂我那箱东西，我有几个东西是有那些钱的嘛？呀，什么东西？我放这里一堆东西的时候，那没有动过你东西。没有动过东西，怎么会在外面？没有动过。没有动过，为什么我这里的东西会搬到去客厅去？就是让我搬出去，就因为这里很肮脏，我没有拿过来的东西。钱我是有，重点是在这里哦，你没有拿过东西，为什么我这里的东西搬在外面去？叫你干妈来说，你叫你妈干妈说，你起码都还我800块耶，我们辛苦钱来的嘞，800块就是说。我对，那是一个月550，一个月550是不是？550啊，一个月550，我昨天才进来住是不是？啊，才一天罢了哎，你收我550，你什么？你这么说这样多？一天就一个月了啦。我那你是吃饭哦，你是面哦，有文旦米饭碗，人家拿卖给你，没有这回事。但是这个问题是你叫我们搬走的嘞，我们要租的嘞。我就是说，我跟你老公说，可以住了6号，你老公说 OK， 不要搬，我不要暂时不要搬，你打电话问你老公，你是说，我说那些东西我丢要丢了，我他说不要丢，我说丢在客厅里。你晚上你回来，如果你不搬我就丢。他说，跟你听我说。重点是你现在是要赶我们走哎，你懂吗？你听我说。你懂我们现在很可怜的吗？你听我们打工的好。很可怜。啊？怎么可怜？我们打工的嘞，我们不是新加坡人的，找工你懂找工很困难的嘛？啊？赚钱很辛苦的嘞。不要哭了。你现在要还给多少？起码都还800块，我们才租一天嘞。啊，这个800块耶。800块还给你啊？不然我就还。啊？不然我给你100块一天，一天我送给你那100块。一天100块。你一天我才在这里住
这是你的事，你们来的，你的，这个也是你的事哎，你今天就赶我们走哎，你要不怎样哦？你的愿意，你的干妈说的，他说的，不是你说的，他代表你说了，你叫问他都对不对？你问他，我不要跟你跟啥，也不要跟，也不要哭，你听我说，你问你干妈，我不欺负你的。你现在就是欺负我啊，你懂吗？我不是欺负你，你问你干妈，你问你干妈。你第二次就今天下午就听到电话，你要赶我们走，还私自来开门看我们东西，啊？我哪里来的东西？我没有来的东西。没有来东西，我这里的纸箱还在外面呢。你自己说的。我没有说过这句话，我是没有说过。当初你那天下午还打电话给我们男朋友，你还说。你今天不搬走，是不是要丢我东西？我本身我可以告你的，你懂吗？我说，这东西箱全部搬出去。你老公说，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搬出去？这纸箱就是我不是货上来了，明白吗？对，但是我们已经昨天才第一天住，我哪里可以一天才那几个小时啊，把所有东西弄到好好？好，不要跟我说，我现在。一就还八百，二就还七百，啊！我只有这两个了，一就还八百，二就还七百，七百我当一百块给你，我昨天租了一整天。说实话，回来。说实话，我可以还你。我不要，我不相信。没事，我说实话回来，你是不是还了我八百块？不然啊，八百块。还是七百。来，没有。最多还给400，不要算账。你不要啊！我直接告，我叫警察来告你的，你放心。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这样报警的。我沈维仁，你报，现在我想打电话报警了。你去打，你打电话，你先打电话。你叫你去打，你先打电话。你叫你去打，警察。未来会解决的，到时候哦，会如果他说如果不目前不可以解决，你们就上法庭，去警察就这样想，明白吗？啊？一你就去打，为什么要我打？啊？就上法庭哦，两个人上法庭哦，法官判哦，如果法官判啊，还给多少就多少了，这样最好了，要不要？这样又浪费我时间。我不管了，你是不是你晚上会给我？我今天坐半天就回来了，你懂吗？现在听我说，你现在最多就拿回450，告诉你。为我们底包是给550，你给半天我们才给250呢。你半来就算了，上个月是30号就决定了，你也干嘛说决定了？那天他也没有跟我这样讲啊。但是你那天我们在的时候，你没有这样讲啊。我们是说住半个月，给你哦那个250。你老公还钱给我了，你叫老公跟我说，我还给你老公，最好了。跟因为你当初也有讲的。如果真的是住的不适合，你当初有跟我讲过这句话的。如果住的不适合，我钱全部退还给我们。你这句话我是听到了。什么？当初你也没有讲过，如果真的是住的不适合，你钱什么东西都还回给我们，我们付你多少，你还回多少。但是你现在做不到，你现在还我450是什么意思？叫你老公来了，我不要跟你说，等一下说我欺负你人，你老公就明白。你现在就是欺负我们呢。你现在欺负一个马劳哎。你老公会来的，到时候把锁匙啊还钱给他，明白了？这怎么解决？就是我们两个人事，不是因为我
像你老公那么拿你老公老钱给我，我就还给他，还多少是我们的事，不管你事，不是你的钱。现在这个付给我，这个钱是我的钱啊。我不管，是你的钱是你的事，是你老公给我，就是我还给老公，明白吗 ？OK， 等你老公来。电话给他。行，我去警察去告你哦，我就错了，明白吗？你就可以告我了，你又可以告我。如果你没有带拜粉哦，我去警察去告你哦，我就完蛋了。你大家能把一个拜粉啊？你怎么在搞拜粉？你大家能把啊？你大家没有看到啊？东西啊，东西啊，你宿舍啊，弄哦，东西啊，爱东西 ，you got see you say never mind。啊，ini orang mau kerja nak tau。You anyhow see macam balik mau kena tangkap, mau masuk lokal. So you tahu ke, dia pun tak ada tengok itu apa. Pun cakap saya, oh, banyak pun itu python. Kan? Sampah. Tadi saya punya Chinese family sudah cakap dengan dia. Kamu sembarang cakap. Tak boleh. Anggal. Okay. Lagi kan? Okay. 六岁了，还九岁才讲嘛。不要煮房子，哎，要煮啊，自己煮啊。那个时候不两个，他们这个人一两个是他们这个。